整红素经台北报道，大马电视台日前上映《至子之心》，该剧以1943年日本殖民台湾为背景，播出后就有中国网友反映该剧有媚日之嫌疑，而担任女主角的廖以乔也扫到台风尾，被中国网友批评败国求荣。对此，大爱方面紧急把播出两集的《至子之心》下架，而事件后神隐的女主角廖以乔在稍早已亲笔先发出声明，表示感谢能参与该剧的真实人生，固然难过失落，但也让她得到很多无形的礼物。《至子之心》演出主角林智慧，廖以乔是18岁时不顾家人反对坚持前往香港及广州当战的护士的真人故事，虽然与媚日毫无关联，无奈还是惨遭下架。廖以乔安慰自己，每个磨练都是一个机会让自己学习。廖以乔感恩自己参与真人主角近70年的人生，了解到真人主角的善良和赤子之心，同时他也将这份心情运用在现实生活中，感谢这件事情让他的人生成长茁壮，将自己的心更宽广。同时廖以乔也提醒自己，演戏的初衷就是希望可以演出感动人心反思人性的作品。大爱剧场《至子之心》，廖以乔左与座众李九，记者陈奕全摄，廖以乔亲笔书信，版社自脸书。